好，嗨，各位伙伴好，我 J， 我是 JS。我们早上去那个哲蚌市参加那个赛博大典，然后是下雨的，又冷又饿，然后现在呢，中午就马上出大太阳，这天气完全是两端极端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去前往色拉市，色拉市最有名的就是辩经，就是喇嘛辩经。那今天因为可能是那个雪顿节的关系，所以很有可能不会有辩经。那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，因为我五年前也有拍，如果真的有看到就可以拍给大家看。那现在呢，因为我现在网络看好像他们的规定越来越严格，所以现在好像搞不好连辩经都不可以拍摄了。那也没关系，反正都有五年前的影片可以用。对，真的没办法就放五年前的影片给大家看，因为今天色拉市好像也有举办一小型的赛佛典礼。对，对，有可能会看到另外一个赛佛典礼。那希望我们等一下不要太多阶梯，因为爬楼梯很喘。对，我们今天已经十几公里了。我们今天已经走了十几公里了，加爬山这样，加爬山，然后又饿又冷。然后刚回饭店休息一下，吃个饭，马上就出发了。根本没休息，就吃了饭就出发了。对，那因为现在雪顿节嘛，所以西藏的交通基本上是瘫痪的，因为大家都要来这边朝圣嘛，所以我们车子都只能停很外围，从很外面走进去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前进色拉市的路上，可能也要走好远，需要走一段路，但是走多远不晓得。不晓得，今天都在走路，一直走路。对，哎，双腿快废掉了。好，废脚倒还好，我觉得很喘，就是只要稍微有点爬个坡或走楼梯都会觉得喘。对，那等一下就看到什么状况喽。对啊，所以早点来，限制越来越多，规定越来越多。对，五年前就早点来。对。五年前、五年后差好多，布达拉宫，你看，然后现在色拉市辩经，对啊，好啦，那我们继续走路咯，这样走，嗯，等一下见，色拉市见，又是一波，排队人，又是一波超级大无敌排队。我们那边已经排了多久了？一个超时，已经排队超过一个半小时，超过一个半小时，快两个小时了，依旧是逛夜市的状态。人挤人的状态，超多人，边走边吃，哎呀，还可以填饱肚。被失散了，被失散了。经过了快两个小时，我们终于到门口，才到门口，还没，门口还在前面。这还是在外面的马路而已，其实大部分时间都站在那边等啊。它是一波一波放，一波一波放，其实还蛮辛苦的，等于是一天看了三场演唱会的概念。